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次公开演讲时，必须去夺取胜利，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。我们务必认识到，没有胜利就不富有大英帝国，没有胜利就不富有大英帝国所象征的一切，没有胜利就不再有多少世纪以来的强烈要求和冲动。请把这封信交给丘吉尔。人类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。你说这封信要交给丘吉尔先生？此时此刻的危机关头，是哪个家伙这么可恶？以上种种理由，我觉得我有权要求各方面的支持。我要说，来吧，让我们去。我刚才收到一封信。可是写信的人只记得署名，忘了写内容。